我们预测高峰应该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到了高峰的时候，啊，我们预测应该是在二月中，啊，接近二月底、二月中的时候。到了二月十五号以后，果然下来了。我们现在的预测就是六七万，现在是七，啊，到现在为止是七万八吧，好像七万几啊，全国的累计。我们更接近于国外权威的预测值，而且我们认为，我们有信心，国外预测我们最中国，我当时我们没有考虑到国外，现在国外的情况变了，我们还要考另外考虑。但首先要考虑中国，因为这个发源在中国，也可以这么说吧，就首先出现在中国，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。啊，我们他们的预测是最少五月底，但是我们的预测四月底基本控制。那我们现在还没到，我们想比一比，到底谁更对？